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院线电影不温不火，让人眼馋的好片屈指可数。跨入11月，贺岁档的序曲开始奏响，这可算是寒冬中送温暖，每年敲锣打鼓送大片的事，总少不了一个主角，那就是漫威大佬，今年也不例外。11月最受期待的漫威电影终于也要来了，毒液、致命守护者 Venom 作为漫威电影宇宙的首位另类英雄，毒液的个人电影早就引起众多漫威影迷的高度重视。早在07版蜘蛛侠3中，毒液曾经短暂却惊艳的亮过一次相，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好奇这个蜘蛛侠最强宿敌的前世今生。在原版漫画中，毒液最开始的设定是反向蜘蛛侠，除了外形像是黑化肌肉版的小蜘蛛，人物的诞生性格行为也都是完全相反。蜘蛛侠是本体变异，毒液是外星寄生，蜘蛛侠是阳光正能量的中学生，毒液则是阴郁黑暗的中年大叔。随着角色人气的不断攀升，毒液渐渐从反派配角进阶成可以拯救地球的另类英雄。在蜘蛛侠回归漫威宇宙后，毒液拍成个人英雄电影的计划早就写进大纲里，毒液却定定到11月9日之后，影片的尺度内容变成了影迷关注的第一问题。毕竟和谢删减的事情不可避免，之前金刚狼三砍掉的14分钟就成了中国影迷心头之痛，但同样定级为 PG-13 的毒液却是正片一刀未剪，唯一剪掉的是第二个关于蜘蛛侠平行宇宙的彩蛋，原因是还未确定野性，所以你这一次可以放心食用，保证是原汁原味。再看看口碑和票房， IMDB 评分 7.0， 对于漫威电影来说中规中矩，烂番茄的新鲜度可惜只有 29%， 但是观众爆米花指数却有 87%， 4.35 的高分，影评人的 dis 也根本阻挡不了观众们的喜爱。IMDB 热评第一条就是 Ignore the critics， 无视影评人。在国内方面，豆瓣评分 7.2， 评论下面也都是在为毒液鸣不平。国内预售票房接近2500万，创造了3个超级英雄电影的记录，而毒液早在北美上映时首周票房就有2亿美金，目前全球票房已经高达5亿美金，口味有偏差不等于全球观众都瞎，所以到底好不好还是用实力说话。看到毒液评价的你 VS 亲自去看了毒液的你，按照惯例还是得先说说影片的亮点。纵观漫威十年漫威电影史，影片的两大要义，第一是要爽，故事精彩，视觉震撼，能够吸引观众目光，第二是要有趣，设定新颖，娱乐十足，让观众欲罢不能。毒液、致命守护者是毒液三部曲的开篇之作，为了富豪英雄诞生的剧情，影片也在这两点下足了功夫。片中汤姆哈迪饰演的记者艾迪布洛克为了新闻真相丢了工作，未婚妻与自己分手，生活贫困，整日酗酒颓废，没有超高智商，没有亿万家财，没有贵人相助，艾迪就是一个彻底的 loser。 为了翻身，艾迪冒险闯进生命研究所追查黑幕，结果不仅没有成功，还被外星生物体毒液寄生身体，自己的身体突然被未知生物侵入。起初艾迪当然是拒绝加反抗，但是在毒液不断为其带来的巨大能力后，艾迪最终选择了和毒液共生。那么共生后的艾迪有多强呢？毒液自身属于液体，可以千变万化，在防御力方面完全无死角，黑色液体还可以硬化变成延伸触手，与敌人以致命一袭，可攻可守，同时还有超强的自愈能力。艾迪瞬间从 loser 变成超强英雄。但是共生这件事并非这么简单，共生体是一个拥有独立思想的生物，一边为了满足存活需求，毒液需要不断进食，另一边为了守住人性底线，艾迪坚决不允许这种行为。毒液的残暴和黑暗不断和艾迪的良知和人性相互博弈，试图完全控制对方。于是电影里时常会看见汤老师的精分表演，
人物内心的纠结和矛盾大大加深了这部英雄电影的黑暗属性，也让主角人物变得更加复杂和立体。虽然故事上是反套路的呈现，但在特效上依旧是铁打的漫威质量。电影为了还原漫画中的毒液形象，特效设计做得相当细致逼真，毒液寄生前的流体形态，毒液与 ID 共生形态，大 boss 暴乱的战斗形态，特别是最后共生骑士双人大战应该是四人，特效完成度相当高，视听体验十分带感。毒液的幕后制作团队是名叫 W Negative 的特效公司，名字陌生，但是作品都是知名大作，诺兰的《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的特效制作均出自这个公司之手。特效总监保罗·富兰克林曾获得过两次奥斯卡最佳视效，这次对于毒液的动态设计和特效渲染可谓是费尽心思。单从这些方面来看，你以为毒液就只是一部爽片吗？显然不是，混搭风格依旧是漫威的拿手好戏。在毒液中，毒液的冷幽默搭配有些蠢萌的 ID 制造不少笑料，虽然画面风格和故事基调都偏暗黑系，但是这不妨碍毒液和 ID 的激情碰撞。在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漫威抖凑 CP 的能力，美队和巴基的日常恩爱不用说了，雷神和洛基的虐恋也是引人关注。到了毒液中，毒液和宿主 ID 则更像是不得不走到一起的命运伴侣。主角 ID 丢了工作，毁了声誉，跑了老婆，生活不要太惨，而能力强大的毒液在他们的星球原来也是一个落魄无名屌丝，两个 loser 走到了一起，然后惺惺相惜，抱团取暖。虽然毒液对艾迪的总包行为一直不满，但到了营救艾迪时，他也是挺身而出，实力宠爱艾迪遇到坏人围攻，他帮忙出手还击。艾迪骑上摩托逃跑时，他为其保驾护航，在一把脱离艾迪的身后，毒液甚至强借艾迪女友的身体变成女毒液，用一个吻回到了艾迪的身体中。虽然我一直在反省自己是不是敷衍看人机，但是看到这里也不得不唱起那句，如果这都不算爱。至于艾迪和毒液之间更多的激情故事以及最后两人共生后的命运走向，还是得等观众去影院亲自揭秘吧。无论是剧情节奏还是特效打造的激烈程度，还包括笑料的铺陈，毒液致命守护者都拥有典型漫威式的娱乐观赏性。但是更重要的是，漫威对新英雄的塑造则是不断创新的，从斗比军团的银护，再到满口黄段子的死侍，漫威渐渐抛弃了高大伟岸的英雄形象，开始构造另类 loser 英雄的进阶模式。宿主艾迪是一丧到底的 loser， 寄生的毒液内心邪恶，充满了鬼点子，对于拯救世界的举动无非是让自己更好的活着。 loser 英雄形象不一定高级，但是人物的典型性让故事更加具有张力。此外，主演汤老师的个人魅力和演技也为影片加分不少，唯一的不足就是汤老师还是太帅了，虽然衣着邋遢形象颓废，但艾迪的总和神经质的特点把握准确的位，但从气质上还缺少点纯种 loser 屌丝的味道。好在毒液是一体双生的人物，只艾迪和毒液相互成就，才能真正体现这个反派英雄的魅力。毕竟他们行走漫威江湖的口号就是我们是毒液，想必很多观众已经备好了钱，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电影院了。不过先别着急，毒药局准备邀你看毒液，此次观影团为毒液 VS 蜘蛛侠宿敌场，只要穿戴带有蜘蛛侠元素的服装和配饰就可以报名加入观影团。当然如果你是一名 coser 可以变身蜘蛛侠，我们更是拍手欢迎。近期热点